最为传奇的真实历史人物，大元帝国皇后齐成阳，是命运的安排，让她遇上了两位王者。上我的马吧，不要，还是上我的马。又是什么样的宿命？不要过来！让他们无法相守。快点带出去！成娘，为了你，无论如何会活着回来。陛下，你也要为了我活下来。你就是我在找的那个成郎，朕深深爱着他，他是朕的一切。原来废城他还活着。那高丽被废位的王今天来了，而且还听说立了显赫战功呢。陛下，活着回来了。真心与幸福之间，他该如何选择？齐皇后下周一晚间8点，东森综合台《风华再现》。